台股开高走低爆大量，量价失控了吗？还没，但是短期投机气氛过于浓厚。大家好，欢迎收看台股特派员，我是千涵。今天邀请到古棋孙子兵法孙武仲老师。大家好，我是大师兄孙武仲。股动人生林志龙龙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志龙哥。台股万七昙花一现，投资人心情像大喜三温暖一样。到底下周盘势如何？标股又会是谁？我们赶快来请老师投票吧。孙老师，你要投哪三档呢？好，我投伟权电2436、3588通家、3059华金科。那龙哥，你要投哪三档？我第一档要投2007的叶星，那第二档我要投这个4967的实权。那最后一档我要投1457的宜进。华金科跟新巨科啊，他们都是光学族群，不过两只走势不太一样哦。华金科他礼拜四留了一根好长的避雷针，今天感觉是有点开低震荡。新巨科看起来刚刚开始表态，不过量好像不大，到底这两只要选谁比较好呢？孙老师你觉得？我当然要选3059华金科。那我们可以看到华金科他也是做面板相关族群的产品，那最近在缺货，在大缺货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它先整理了两三个月之后开始拉出去，整个圆弧底完成拉出去。那当然在昨天整个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呢，它当然会做一个稍微的整理，那当然整理完之后应该还会再上。那整个面板股目前的情况都是攻了整理，攻了整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操作它，它就是攻完你不追高，拉回你叫涨买点，这是非常好的操作模式。龙哥，你觉得呢？真心话哦，对，真心话。你觉得孙老师说的对？对，讲的蛮好的。所以你觉得华金科是相对于新巨科是机会比较大一点吗？因为新巨科钟哥来录影的时候，他还在讲反压区之下，所以我们认为说反压区这边不容易过的情况之下，他或许还会来回震荡。但是华金科已经突破反压区了，这边我们认为说，可能涨势就会比较快一点。孙老师，通家之前在五日线在盘整啊，不过今天开始向上表态喽，下周一开盘会是切入的好时机吗？好，那我们看到整个通家它在上上个礼拜先攻了一波以后在高档震荡整理，那在整个我们看到 IC 设计的相关族群在最近非常强势的情况下，在半导体相关族群都在缺货缺料缺工的情况下，它有机会高档震荡整理完再过新高，上一次的高点99块多，所以整个行情形成一个高急攻横向高档震荡再往上攻的走法哦。龙哥哦，我想问一下，实权他之前发布了财报，年增了 8.64%， 是近十年之最，怎么股价没什么表现呢？我们认为说实权呢在等他这第一季的季报，那第一季季报投票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实权呢他的存货评价方式呢是采用加权平均的，那我们过去一直跟大家强调涨价概念呢，低价库存呢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加权平均它的存货就相对在一个低档，所以如果它营收爆出来是很亮丽的话，那这边我们可以推销说它的这财报会非常亮眼，再加上它的这 CB 可转债目前呢还有高达6-7%还没做一个转换，所以我们认为说如果财报亮眼搭配这 CB 行情的话，股价就很容易这样挑战这前波高点。孙老师，我想问一下你选的伟权电啊，三月营收表现很亮眼，然后股价之前是连四吼，不过今天有一点开低震荡，感觉开始要整理了，那下周会是什么切入的好时机呢？好的，那我们看到最近的行情大部分强势的股票都是先完成过三关，什么叫过三关？连三红之后或者是在一周里面涨幅超过两成，它就会开始进入震荡整理，这是最近整个主力资金的手法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模型，所以我们看到伟权电完成过三关之后高档震荡整理一下，这是很正常。那比较好的切入点是碰到五日线或十日线再拉出红棒的时候，就是我们介入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最近钢市很火热啊，那钢铁族群这么多，龙哥为什么就选了叶星这档呢？
叶新政党其实它有最重要一个理由是，它去年财报这边呢是让它禁止重返票面。那中弘为什么这么标？就是因为重返票面，然后开放资券。其实叶新呢有同样的道理，这个开放资券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说它股价也会开始非常的标。是，对。那老师，孙老师，你觉得钢铁族群可以期待吗？真心话，因为在我们知道，在拜登他扩大内需下，最近钢料严重的缺货，在这个缺货情况下，我相信钢铁股后面还有高点可期。攻过万七之后，到底下周会是拉低震荡，还是我们要居高思维呢？我们赶快来请老师有什么口袋名单可以来帮助大家观察。那孙老师，你的口袋名单是？我提供一个设备厂，因为在我们可以知道，包括 Intel， 包括我们台积电都要扩大整个建厂，所以我提出一个碳增卡和 LED 的设备厂，那它主要营运非常的好，最近营运创了三高，那去年每股 EPS 赚了 8.14 元，米配股 4.5 元，所以在 5G 跟高速运算情况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本面的投资标的哦。那龙哥，你的口袋名单呢？我的口袋名单呢，还是往这中小型类股。那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今年中小型类股涨幅呢，会比全职股呢还要来得大。那就像这 ASAS 挂牌这边是往上去飙涨了，所以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笔电电池有没有什么样的资金外溢效益。那我们帮大家找到这一档，除了是做笔电电池之外，其实它还有跨入电动车这一块。那电动车跟储能又刚好是今年最夯的，所以它整个这样营运呢，已经迎来了一个转机了。市场上普遍认为说，今年会怎样？这亏转盈啊。那今天有个很重要讯息，股价这边是大涨了 6%， 开始呢正式表态，所以这种起涨的开始呢，投票你一定要来好好把握。想要知道老师的口袋名单是什么吗？赶快把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加起来吧。喜欢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台股特派员，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